划。来，现在到底决定了没有？我相信已经决定了，已经决定要撤，什么时候撤？昨天发布，今天台湾时间下午5点左右，确切时间我们不宜对外公布，因为涉及到安全问题。撤侨了。你旅游警示为什么还橙色？为什么？的先进国家都还是维持在橙色。不对耶，所以你现在要撤侨了，我们还要维持橙色就对了。下去了，你现在撤，好不容易撤回这一些了，然后之后再允许大家过去，然后之后再来撤。我们提醒国人，非必要旅行。如果要做动作，就要快。不要大家骂了以后才来做。我们目前要飞往土耳其，之后转安曼，再进入到以色列。会这么走的原因呢，主要是要掌握整个中东局势的最新发展。尤其是中东多国现在反以色列情绪日益增加，各国爆发示威活动。在土耳其这里呢，包括以色列驻土耳其大使及外交官已经连夜撤离了当地。那他们说呢，是基于安全理由，而不是政治因素。除了对以色列的不满之外，反美情绪也持续扩大中。对于美国的情绪，包括在黎巴嫩以及在约旦这里，很多民众也是聚集在美国大使馆外来进行抗议。随着中东局势越来越紧张，以哈冲突升温，台湾驻以色列代表处决定派出撤侨专机。目前掌握的人数呢，是大概有149人，他们都是平安的，而且呢，他们将会搭乘这个专机来飞往到罗马的机场。今天台湾时间下午5点左右，确切时间我们不宜对外公布，因为涉及到安全问题。今天下午台北时间5点左右。根据外交部表示，如果机上还有空位的话，基于人道和互助考量，会提供给有台国家的使馆人员和侨民搭乘。而 TVBS 采访团队也会持续为观众带来以色列哈马斯冲突的最新发展。